我是云云，今天要来介绍这一款呢，是价钱非常便宜，而且销售已经破万件的三件式国民冲锋衣。那前面我是我们的这一款呢，是白色的，它功能是非常的多哦。它的话呢，有防水、防风，它还有防刮的功能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来做一个防水实测喽。大家看到，它完全不吸水，而且还有小水滴。所以它防水力是非常的十足哦。第二款呢，今天如果比较冷的话呢，它是两件是合在一起的，那它可以自行分开呀、啊，也可以把它组在一起都是可以的。那它也有一款有关帽子，非常是有高风险大的状态下，我常常觉得可能会非常的痛，那这时候呢就可以戴起来。然后它的话也是可以做分解的，那它非常是。的朋友们，所以早晚温差非常的大。那有的时候女生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穿衣服的时候啊，记得穿我们三件式的冲锋衣，